中秋佳节，月圆团圆。大家好，我是柯志恩。中秋连假，介侪人会含厝里的朋友做伙食圆圆、食月饼、食香肉。但是，伫俺城市的另外一个所在，有一挂长辈嘛，需要安个较侪陪伴。中秋节即天，我特别拜访几个90岁以上长辈因厝，甲因讲一声多谢，甲因关心一下，感恩因过去为俺高雄的付出。洪双安伟校长今年93岁，是咱教育界的大前辈，身体个够勇健，教育职工的编码，更加代表俺校长为咱下一代做出无数的奉献。连阿石伯伯已经97岁啊，家己一人住，伊是军人的家庭，因家是海军官校毕业，但是因为破病过身去。边仔摆个相片，会当看出伊对因囡仔骄傲，嘛是一个思念。总是91岁的徐老夫妇，徐伯伯是警官学校毕业，虽然身体即马无啥好，但是我到迄阵，伊住伫外口做运动。笑眯眯的徐妈妈讲，早年身体好迄阵，佫会去文化中心练功。等我要离开迄阵，然后无啥好的徐伯伯，特别甲我鼓励，甲我加油。下面92岁的张伯伯，是阮党籍的干部，足时髦的，唔人会晓用平板，佫叫因厝边隔壁伫遐脸书甲我纠偏，足甘心嘛足甘稳的。中秋节是大家人团圆的节日，嘛是俺朋友互相关心的日子。食大喜大饱时阵，千万唔忙袂记得对咱厝里的长辈来表达俺的关心。我是柯娟，祝福大家中秋节顺心。